陈先生，您是这个新闻电台首届厨技大赛的冠军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我这一次、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没看错人啊。这个其实我觉得哈，这个我这次得到这个大奖的名字啊，我就是好像觉得是一种使命一样，好像就是说冥冥中有所注定，就是说我要去弘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咱把这个虾呢就差不多了，咱把这个虾呢给这个捞起来，给它关掉哈，节约能源。这个最近这个经济不好，什么都要节约。对，这个煤气啊、钙质啊、油啊都要节约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钱买的。是，我们又说起这个冠军来哈。这虽然这手艺好，我觉得还真的也要伯乐来施马啊。这伯乐，伯乐就是新传人啊。哎，陈先生，我觉得您煎的真漂亮哎，看来真得到您的餐馆去饱吃一顿了。这个说起来是惭愧，你知道为什么说惭愧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是用于熟能生巧的，对，熟能生巧。陈先生，您是从多大开始做这个饮食呢？哎呀，说实在做饮食啊，我也是机缘巧合，我是那个12岁的那年学厨，哎呦，算学厨吧，这已经有年头了。是啊是啊，我12岁那年，真厉害，12岁还是小孩子，怎么想起来要学这个厨技呢？是啊，我12岁那年学徒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是小学毕业嘛。小学毕业呢，这个老妈说，这个你考大学不行，不是块料。这个干脆你这样吧，你这个去学那个技术吧，学个技术吧。当时啊，有很多这个技术学校啊，我就去考技术学校了。考还真考上了。考上之后呢，我刚开始学的是那个修汽车。修汽车。后来学到这个一半了啊，学到差不多学了半学期了，老师说，同学们啊，你们理论已经学了半学期了，现在呢下半年呢我们要进入实习阶段了，叫你们家人去买点修车工具啊。我爸就骑着车带我过去了。带我过去了，到那儿一问，修车工具，对，修车工具最便宜的，你知道修车工具很多啊，最便宜要很贵是吧？是啊，最便宜的要3000块啊，人民币啊，3000块人民币哈。那个时候3000块可不容易。是啊，我爸说，这3000块，那买个工具，儿子咱改行吧。我说爸，咱改啥？爸说咱学厨师吧。哎呦，你爸爸太有远见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学厨师，买个菜单就行了。咱先把这个葱姜放进去哈。对，先把它煸一下。对，放那个葱片，那姜片，葱花。煎一下，要不然就好。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说发黄，不要老，不要老，发黄，哎，微黄，微黄，我做菜啊是怎么样？你知道，我做菜要有点音乐。我自己会有点愉悦。前一阵子我自己很最近呢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坦坦尼克，铁达尼那种。行不行？蹦到我了。没事，蹦不到。放一点这个哈。然后呢？这要半天啊。对，放点这个。然后呢，咱把这个酒啊放进来。李白斗酒诗百篇嘛。酒还是比较主要的了。对。咱这个其实按正宗的说哈，这酒啊。要这个3两酒，
很多，三但是这个酒呢，你放进去以后一热，哎呀，会着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咱在家咱们不放那么多，为什么？万一着起来了，家里人说，哎呦，出事了吗？还是怎么？咱少一点，安全味道一样啊。这个你在家也在这样做吗？在家不做。在家好容易休息一天了是吧？在家我去一天不吃饭。哦，是怎么样？是平时吃的太多了，太腻了，太好吃了。对，我平时在餐馆啊，这个怎么讲？有句说书了怎么讲的？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我都吃。对，我都吃过了。嗯，所以说呢，我就。在家里就好了，休息一天就。咱放料呢，放点盐，放点鸡粉。哎，哦，这个虾也要放鸡粉呀。对，放点糖。它会不会失去原来虾的那个鲜味儿啊？不会。糖。哦。然后呢，咱再烹酒。哇，为什么？酒呢是两种，它在烹调的过程中呢，它会挥发呀，它会挥发。哦，所以说要想维持它这个味道呢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在烹前呢要放酒，烹中呢要放酒，最后出锅的时候呢要放三次酒。对，要放一次酒。那就是说这个怡丰大虾这个酒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说这个酒非常重要呢？李太白啊，斗酒诗百篇嘛。对对对。他酒越喝的越多啊，他诗做的越好。所以说呢，他就这个厨师啊，就迎合他这个口味啊，不停的用他喝的那个酒放酒嘛，对对对对他你看。不停地放酒，迎合它的口味呢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十口者斟”，所以说他李白一吃，哎呦，这才好吃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给那酒店留个墨宝？对，那我们这个酒放的越多，我们吃的是越香啊。尝尝那个味道，嗯，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绍兴，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，小心啊！哎，我你来放，慢一点。我是想学一学，放没关系。嗯，然后只是就把它这样匀了，匀称了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匀称就可以了，来，放匀就好啊。哎，看我这个有汁儿都把它给没过来。雨欣啊，我说实在话，你真是有点这个烹调的这个天。哎呦，那我是不是要改行了？我今天我看到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想改行，关键是被这个美味所吸引。哎呀，这是真的是实在太优秀。出锅的时候呢，放一点点糖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嗯，好了，然后呢，咱俩把它拌一下，再放点酒。哦，还要放酒？对，三次。稍微转一转。这个多长时间火候最好？多长时间的话，大概就是说你放进这个菜的三分半钟就好。三分半。嗯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。放进去。对。这个葱放进去的。目的呢是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说，第一，可以摘取它最后的一点点的腥味；第二呢，也起到了一个配色的作用。配色的作用，真漂亮，看了吗？而且油又不多，是色泽又漂亮，一点点油就好。对，我们一般在餐馆看到的都是用那个炸出来的哈，对，那种一看就是啊很多的油，嗯。对，好了，好了之后呢，咱拿盘子装盘啊。哦，这就已经完成了。对。真好鲜呐、啊。